Number 42, Julian Boy.获得一些发挥的空间，这对伯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交出来，时间还是够的。阿吉吸引到包夹，在外围获得出手机会，布伊德在弧顶抓到，不看人传球塞到篮底下，这是布伊德非常擅长的打法，比较好。哇，就感觉刚刚好像有点 hold 不住那个，里面可能有，也不会是练球的时候会遇到下手，所以林志伟赶快来帮忙，两次的转移打弧。外线开火没有，布伊德飞进来双手补扣，这一次的垃圾不落地，带开了六分的领先优势。哦，今天必须说第一波，但是后面的还原做得不够好，这个卡位也是漏掉了，布伊德直接起飞，这有点顾此失彼了。不过回过头来，前场又有犯规产生，那这是布伊德的第一次犯规，而且还吞下了技术犯规。所以刚刚那个补扣之后，故意的有去拉篮筐的动作，就被裁判吹了一个技术犯规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太壮了，这里不是健身房吗？对，所以要练也不是在这边练啊，毕竟这个篮筐昨天已经被灌歪一次了。哦，应该。老吴往外分，故意的投了一个平射炮，个人第二颗三分。阿吉交给布伊德，只要来到禁区，先掉到篮底下。Daniel 要扛开布伊德，没这么简单啊！对方是健身教练啊。布伊德塞往禁区，这一次让风府的单挑弱势的对战组合，可能是对手有那种巨型洋将、巨型门神的时候，身材会让对手比较难去。卢冠良收球，已经没有空间了，再找外围。布伊德能够投进是一个，因为第一线已经埋起了布伊德，布伊德马上回过头来惩罚对手，他就是进了会一直进那一种球员，漂亮的低位单打，对，这就是我们前面篮球又被梦想家给拿到，哇，丹尼尔成功阻止大 B 上篮，但是一个要打两个太过于勉强，好，阿吉要想办法在第四节加入得分的行列，送往地板插板球进。优势林俊奇要寻求在第四节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篮底下健身教练阿良想要跑回来，所以第二波的失手，来看一下刚刚在篮下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推了陈佑伟。